我也即将来到现场，所以双手借给我好吗？用一阵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鬼鬼出场，欢迎！哇，哎，原汁原味从我们的影片来到了现场，来，先让所有的媒体朋友来捕捉画面，有请我们所有的媒体朋友可以为我们的鬼鬼留下美好的画面。当然，他手上也是我们索菲娜透美颜的全新的商品，跟大家呢一起分享。那邀请所有的媒体朋友，我们先请各位看一下我们中间的媒体朋友。好，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右手方，给我们右边的媒体朋友一个眼神跟笑容。今天我们会尽力的满足所有媒体朋友们的拍照需求，请大家不要担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向左边一点点，给他们一点眼神。好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帮我们美美的鬼鬼留下美好的画面。我们再回到中间，有没有哪位媒体朋友没有拍到的话，可以稍微举一下手，吸引鬼鬼的这个目光，让他可以停留在您的相机前方。好，来，还有哪位的媒体朋友？好，他稍微举了一下手，请鬼鬼可以甜美的微笑来进行回应。好的，再给大家最后的五秒钟的时间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，等一下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再进行补拍。来，我们先请鬼鬼跟大家打招呼，大家等你好久了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Win姐，然后这次是 Sofina Jenny 透美颜的代言人。对，第二年了。对，先恭喜你一下，谢谢。又再度成为了这最甜美的代言人，有什么样的心情跟我们分享？在这边想要谢谢就是Sofina就是对我这么支持，然后让我可以连续两年可以代言 Sofina 的产品，然后今天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是有感觉的。而且我想问一下，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最近在内地录一些综艺节目，然后下半年在等我的专辑完，不是专辑，单曲啊，正在进行中准备，对，是已经录完了，然后现在在准备拍 MV 啊，练舞。哇，那听起来很紧凑的行程，而且有时候参加综艺节目是不是也要玩游戏，还是作息都会不一样吧？工作都不同。但是我参加综艺节目是稍微比较属于动脑类型。哦，动脑是，哎，动脑也会伤皮肤，因为也是会累哈。对，就是动脑也会对于皮肤上会有一些稍微的受损。对，可是我没有发现哦，我不会进来吗？我帮大家确认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活动有遇过，我觉得你现在比那时候活动的皮肤更漂亮，就是更保水，对呀，还有控油。所以你赶快跟我分享，你刚刚讲光讲就五六个工作在那边跑了，那么累的行程，而且每个工作起床时间应该也不一样，这么混乱的作息，但是皮肤状况依旧这么好，有什么小 tip？我的 tip 就是使用透美颜这个产品，因为这个产品呢，它其实非常的保水加控油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混合肌肤非常适合。那你是混合肌吗？我有时候会混合肌，有时候会突然很干，所以这个产品非常的适合。你是混合又混合啊？对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就是其实以前就觉得很困扰。是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很多混合肌的女生就觉得我想要保湿啊，可是我不想太油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这次的新品一次解决，而且你刚才说到你平常还会比就是干性肌更干，是的。哦，那你的日常保养大概是什么程序？我的日常保养非常简单，就是首先呢，就是我都是两罐事情。两罐产品可以解决我的早上跟晚上。哦，好，早上呢就是先使用透美颜的化妆水，对，然后轻轻拍打或湿敷，是，然后再来就是它的那个54+的那种防晒，对，防晒非常重要，对不对？然后晚上呢就是透美颜的化妆水，但是我会用面膜纸啊。就是也是湿敷，但是是全脸的，是。然后再来就是保水控油的双效水凝液，是。擦完睡觉。哦，这么简单，其实听起来好像很长，对，没有，就两个动作，对，好不好？那我问一下我，因为平常听说你不工作，其实也没有很爱化浓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不工作的时候是最爱素颜的时候，就是休息一下。对对。可是你是完全都不擦，还是一样有一点点的保养加我们的什么东西呢？
就是会再配上就是 Sofina 的那个隔离霜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呢，不管你就算是休息素颜，隔离霜一定要有。对，因为外面紫外线很大，你看现在太阳这么大。哎，我不要说外面，有时候在家里头，对，其实灯光啊，然后那些空屋，其实我觉得隔离还是非常重要。对，因为我。